声音是很好的打招呼的声音哦，是温柔还有平顺的哦。现在是10:10，我们对时间长征到八。10:40的时候是下一个上厕所的时间。今天吴冠廷一直在讲话哦，提醒你哦。今天是我们要玩音乐恰恰的时间，那现在我们要玩的是欢迎恰恰。欢迎恰恰里面哦，会有交朋友的部分。那我们会交不一样的朋友，去跟不一样的朋友传皮球，还有手牵手，还有互相拍肩膀，还有互相骑脚踏车。然后小朋友要注意听，听到那个欢迎恰恰里面的音乐机关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到刚才的找朋友的游戏。有6个小朋友害我不能够继续上课了，因为恰恰要关门了。刘大爱从刚才到现在是用跪着，然后偷偷讲话，然后没有坐下。君君跟佑文现在会停下来，其他全部的小朋友都在等你们。好，等一下你听的时候，老师希望你找那个音乐恰恰的欢迎恰恰的机关在哪里，老师相信你很快会找到哦。出了音乐机关哦，很厉害。那老师希望你们听第二次的时候要对得更准哦，你的手要拍在那个刚才的那个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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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对到它的上面哦。老师希望这一次你用二母弟拍就好，来，二母弟伸出来，好，注意哦，你的二母弟要敲到它的点哦。40分的时候欢迎你爸。张家虎小脚没有打叉叉，恰恰关门了，因为你
专心的态度拿出来哦，专心的态度不见了哦。你干嘛呆呆？刚才老师没有打开音乐恰恰，因为并没有恰恰的声音，你们为什么会一直拍肩膀？拍肩膀是你们一个表现，表现说你找到那个恰恰。可是我没有拍，我没有放音乐，为什么你们会一直拍？所以老师说你们的态度是错的，在开玩笑。老师发现你们没有取到票，只有光好友而已，你们要加油咯。我现在要请光好跟老师一起出来就好了，其他的人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。你们的耳朵不够专心，你的脚没有配着音乐，
所以你没领到票。没有恰恰恰恰的时候就是停住的，有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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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要走啊。老师竟然发现好多个人在跑步，还有在后面相撞的。他们变成是在操场上的，不是音乐恰恰，这样我们恰恰会关门哦。来，关好，可以请你到后面的黄线吗？好，等一下关好，从另外一边，老师从另外一边过来了。Thank you.
等一下哦，我们会再选选看有没有更多的人到黄线。就玩一点点而已没。来，等一下哦，老师说开始去找个朋友，然后像老师这样跟同事这样手牵手，然后安静的站好，关好再讲话。站好以后，老师就听到好安静就放音乐，然后听到音乐的时候就这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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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始。Thank you.
够玩到脚踏车，现在光好没有做好，可能连脚踏车也退票好了。老师很高兴你们找到朋友，然后有开心。但是老师提醒你哦，脚踏车没办法像你们刚才一样，二合体或三合体或四合体哦。你必须找第三次的不一样的朋友。可杰的态度、动作不对。嘉玲提醒你。你小脚没有打叉叉，手没有放腿上，你的眼睛没有在老师这边。刘大爱不断的在看后面，不晓得为什么。Miki 老师也提醒了，还是一样。老师很想不用一定要小脚打叉叉，手放腿上，可是呢，这是一个帮助你态度专心的一个好方法。其实不一定要小脚打叉叉，手放腿上，但是你的眼睛就转到别的地方，然后你的头就在别的地方，然后就没有在老师这里。所以我要用小脚打叉叉，手放腿上帮助你哦。我想要请刘大爱到前面，他的嘴巴很翘，我想要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他一直要回头。来，请到前面来。我请刘大爱而已。我请问你，你发生什么事吗？我说想跟李欣好。好，你想跟他好，那请问他，他是要跟你好吗？我说我要跟他好，结果他跟郑章好的。嗯，所以我们要想要跟别人当好朋友的时候，不一定他就要跟你当。我没有说我不要跟全部人，我没有说我不要跟全部人好说。我了解，大爱的意思是说，他有听老师的话，第三次他想要换敏勋。当我们想要爱人的时候，不一定他刚好要爱我们，因为你心里想的敏勋这两个字，有可能刚好他心里想的是佑文，或者他心里想的是郑昌。啊，结果你们就没有刚好对在一起。你要请他，结果他心里想的是别人，并不是表示他不爱你。有时候是刚好他计划的是别人。那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赶快眼睛在四处看一看啊，看看那个没有朋友的人，他好想要有朋友，他也跟你一样，好失落、哦。你赶快去找他，他看到你，他一定好开心。因为他好开心朋友来了，那你也好开心有人可以跟你当成好朋友，他爱你，他需要你，你就不用一直去找你。好，这样子试试看好吗？等一下的脚踏车哦，谢谢。要换不一样的朋友，老师想要说开始以后你找到那个朋友，然后手牵手，谢老师一下啊。老师说开始你就像佑文跟我一样找到朋友，会有一个人是跟我的，因为有单数有奇数，有一个小朋友没来。那找到老师说开始以后，那你的眼睛要看我哦，你的嘴巴要安静哦。那老师就会说躺下，第一次开始哦，第二眼睛看老师哦，第三老师说躺下，来躺下了。我们两个要骑脚踏车，我们两个躺下以后就脚晃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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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希望你们遵守指令，不然我们就不能玩了。尿尿时间已经到了，已经关了，因为恰恰要关了。今天的花语恰恰没有了。好，你们就今天去找朋友，等一下没有朋友的那一个要来跟我，我也很喜欢跟他。好，来开始找朋友。我不会，你会跟我。老师啊，你都没得了一块。
爸爸在这啊，耳朵那么注意听。好，找好了，手牵手看我。老师要等着你们看我，我要说躺下，不要挤在我这里哦。你挤在我这里，等一下你躺下后面的位置，后面还有大大的位置。躺下，李君熙，你第一组的时候。